天隆重的举行。南湾新春圆游会将为南湾地区的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欢乐。我们今天呢，是为了我们2月26号。I am State Senator Ted Lieu.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at the South Bay Spring Festival. I'm very excited that later this year I will be able to represent the Palos Verdes Peninsula.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organizers of this festival for introducing culture and all the different things and shows that went on today. And I'm very honored to have been able to be a part of it.今天这个活动啊，真是贵宾云集，还有多所中文学校啊，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呢。这就是 Torrance 中文学校 K 班的同学在这里替我们表演的舞狮表演。年轻好运，我们是 Torrance 中文学校 K 班小朋友，为大家表演，恭喜恭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里有精彩的节目可以看，最重要的是来到这里会有精美的礼物还有资讯可以收集哦。你看看，这里都是我们今天所收刮的一些小礼物呢。这次活动的最大赞助商就是华美银行，所以这次活动的命名呢，就是以华美春节圆游会为主题。这里每个摊位的朋友们呢都很热情，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来到此地他们都会热心的回答呢。今天在场呢也有很多专业的会计师来到此地替你回答问题哟。 Hi there, how you doing? Happy New Year!文教活动，这次很高兴实际的参与，还有南湾福音基督教会，我们也制作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壁报让大家欣赏。这次要特别感谢托伦斯瑞山中文学校、南湾中文学校的支持，所以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因为你们学生的参与哦。还有我们这次啊，请到两位书法大师来替我们挥笔呢。这群可爱的妈妈在 Betty 的带领之下呢，制作了很多中国结送给大家哦。这美丽的花啊，点缀整个会场，也是获却不少的哦。谢谢这些啊妈妈们他们的参与，还有天普美术学院呢，还有这些美术学校带来的这么多免费的课程呢。我们可爱的女童军也来参加这项活动了哟。嗨，也谢谢星岛日报还有 Equinox 你们的加入哦。这民以食为天啊，来到这里啊，肚子饿了还是有很多丰富好吃的呢。实际啊，卖了好多好吃的 organic 食物，这里 pizza 呀、bamboo song 啊、egg roll 啊，你想到的应有尽有的食材 yummy tea 呀、啊，到这里啊，应有尽有的让你享用呢。还有这美女如云啊，让你眼睛啊都目不转睛了呢。So you can get one toothbrush and one accessorized by the gold necklace, also fine. Now we have Miss Dean Taiwan Miss Lily 2016. This Taiwan logo please ring home.还有我们社区所提供的精彩的节目呢。I walked across an empty land. 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party people in the club. Yeah, I'm sorry. Yeah, Armando, no matter. Please enjoy tambourine dance from Dan Dance School. I'm the Xie Chenyan. Please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观众们，其实啊，这个活动的成功就是来自于你们大家的支持。我只能弄一句成语来形容今天的场面：高朋满座。所以，如果你有曾经来到此地，你就知道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就是这里了。再来就是另外一边的 Activity Center 了，我们要回忆我们的童玩哦。一大早，工作人员们就陆陆续续的来到此地帮忙喽。这连大人啊，走过了也忍不住的玩上一把呢。这钓鱼呢，也是今天小朋友的最爱哟。还有我们的红包袋，个个都有奖品哦。在童玩的方面，我们有跳绳、丢沙包，有踢毽子、扯铃，还有这里有可爱的捡猫熊的活动呢。这形形色色好玩的活动啊，让人潮络绎不绝呢。今天的场面非常的浩大，我们这次号召了48位高中生还有 TA 来到这里协助大家。看到这些爸爸带着女儿，妈妈带着儿子，这样子温馨的画面，就让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带给我们社区无限的回忆。这次我们也要谢谢媒体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在电视上面曝光率非常的高，也因此让我们 Palasverdes 可以远破到东区去喽。最后我们要谢谢全体的工作人员、表演者、赞助商，还有我们这些可爱的观众们，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让我们的社区凝聚力更强了。明天见哦。